今日我哋又嚟玩 VR 炉啊！咁啊，今次第一隻咧就系我哋呢个水果忍者 VR 炉啊，玩一玩个经典模式先啦。经典模式咧就系你又唔可以漏生果啦，啊呢啲炸弹咧又唔可以俾佢，又唔可以斩中啊！好波啊！一瞬间输咗，但其实嗰三百几块系我自己噶，实在太唔科学啊！做过一次之后做唔翻啊！跟住呢个就系简易模式，啊，全部都系生果，就冇炸弹嘅。仲可以吉住斩，有个唔甩，撤去。呢个都系太稀疏啊，啊，唔系好够爽快。我哋再转，我哋转翻呢个街机模式。這个街机模式会有翻炸弹嘅，咁但系咧，斩得爽好多。啊，其中有呢个慢镜模式。哎，系呢个啦，无伤无息啊！呢个我称之为啊，老劈老斩，帮我顶十秒啊！呢个再慢机，哎，哇正啊！慢住镜嚟开无伤啊！依家。系斩中炸弹，唔够分喎、啊！诶、欸，加分破咗纪录，耶、yeah！ 跟住就一隻音乐游戏啊，叫做 Audio The Show 啊，咁就系手上边呢两个盾啊，用嚟玩音乐嘅。咁就系左边蓝色，右边橙色，咁啊跟翻佢啲对应嘅火球啦吓，咁去抵挡佢哋嘅。咁啊，呢个系最简单嘅难度嚟嘅。咁啊，高难度啲嘅时候就真系会好密噶。因为咁啱拣咗首难嘅啦。好有连环跳啊！依家练呢个连环拳。音樂嗰個咯，可以挑戰一下啲，哇正啊佢，哇啲自己最中意啲歌，即係話要超過㗎，正。就玩串燒歌手咯。佢可以入歌咯，我話聽過。正常系得啦，佢 YouTube 都可以收藏，即系佢可以任意收藏歌。哎，点解呢个？入手嗰啲串烧歌几种，佢都唔理解。
都錄咗七分幾鐘㗎啦。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你揀嗰首幾長，我唔知道你嗰首咩歌添。完啦，完啦。我要定期行落去咁樣按五百我即可能你瞓低一次要搞一次。唔係裝啊！咩啊？錄緊咯，我聽日就應該有條無線嘢翻嚟啦。無線之後再換部大電視，仲一個人。我唔知係咪玩到個膊頭都痛埋，唔會嗌嘅，冇聲。唔係我特登熄個喇叭，想分開開兩條聲喎，費事出。打唔冇試過打黑曬佢塊面，哇！作嗰個男人入嚟啊嘛，係啦，快用刀啦，暈暈地啊，係咪啊？嗱，係咪啊？你衝咗點啊嘛？你飲完暈暈地，一除就飲完勁啲噶。不打喎，這個嘢一定要打走那個紅色才打的。阿叔過嚟玩啊！鄧麗君啦，係啦。可以瞄得到條片，即其實可以翻大，十分㗎，上面嗰個。
停先噶咯噃，差唔多十分钟。